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新世界。你看，这就是房间，哇，太奢华了。然后这是电视墙，哇，我速度快一点。大红花的第二门，这是浴室浴袍，底下这个是走进来，你看，就是床房间，哇，这次的主角，耶、yeah, 你好棒。这个是第三个门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我的游泳池看出去就是可以看到马六甲海峡，哇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哇。然后这个是三温暖，哇，太不可思议了，哇，拜拜。